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某车哈自甲站哈出发，以等加速度 α 哦，这个我画 vt 图了，这 α 就是斜率 ，α 值进行到乙站，立即以等减速度哈等减速 β 哦，这斜率是负的哦，绝对值是 β 哦，斜率是负的，这个就加速度嘛，加速度的话呢是 β， 然后呢他说呢。行进至乙站恰好停止了，共会时 t 哦，这个时间是 t 啊。那他第一小题问说哈，他的这个最大速度多少？好，那最大速度哈就是这里嘛，这个我叫做 vm 哈。那他这个加速期间呢，到乙站这时间我叫做 t1 好了。那减速期间哈，这个时间我叫 t2， 啊 ，t1 加 t2 等于 t 啊，啊这 α 就斜率嘛，哦 α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 vm， 啊除以 t1 嘛，然后呢这个 β 哈 ，β 等于多少呢 ？β 是等于这个 vm 呢除以多少呢 ？t2， 好，他现在求 vm 嘛，那我先把 t 带掉，好，这个拿过去的话，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 t1， 这个是等于 vm， 啊除以 α， 啊 t2 等于多少呢？这是 vm 哈，除以 β， 那我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就是总时间 t 啊，好，总时间 t， 这把它加起来就是 vm 嘛哈，抽出来。阿尔法分之一加贝塔分之一，通分以后就是阿尔法贝塔，分之贝塔加阿尔法，啊，就是阿尔法加上贝塔。那这时间我就想了，或者是说，那这个时间是已知的，哦 ，vm 的话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那个阿尔法贝塔 t， 啊除以阿尔法加贝塔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这个 B 啦，哦 ，B 就是这个答案。哦，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B。这样看呢，第二小题哈，他问说哈，甲丙两站相距多少？甲到丙两站之间的距离哈，就是 vt 图形下面积嘛，就这块面积啊。哦，这个的话哈。面积的话呢，这个叫 d， 这个就等于 vm 呢，哦，高乘以 d 嘛，啊除以2啊，那我把 vm 带进来，哦 ，vm 的话呢就是多少呢？就是 α 加 β 分之 α 贝塔 t 嘛，啊再乘以多少呢？乘以2分之 t， 所以这个是等于多少？两倍的 α 加 β。啊，分之阿尔法贝塔 t 平方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，这个应该要选多少？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C。好，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C。